现在就是讲特别企划，超爆笑的古装 cosplay 登场啦！以为是片片少年，哎呀，海哥不错哎！八长剑，八神雕。刚才那个神雕太好笑了，啊，跨长剑，拔神雕。你为什么要拔神雕？创意十足，还边唱边演，爆笑指数爆表的天才金钟奖，就在天才冲冲冲！